巍巍嵩山，普查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，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拳归一。
少林小通臂分解动作。预备式，双腿并步而立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预备式。起势，左脚向左跨半步，脚趾抓地，两脚与肩同宽，双手握拳，拳心朝上，抱于腰间，两小臂基本平行，挺胸收腹，舌抵上额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。虚步抢手，体左转，右腿向左腿后靠，下蹲，左脚向前放步，脚尖点地，呈左虚步，双手变掌，掌心朝下向前抢出，左掌在前，高与肩平，右掌在后，低于左前臂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抢手，及手炮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左脚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右脚内侧，双腿下蹲呈左钉步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分别向两侧前上方运行，而后拳心朝后对击于腹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及手炮。弓步左推掌，双拳变掌，左掌立掌收于右腋窝前，左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九十度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掌向左上经左肩外侧向下收回腰间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口平力搭左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左推掌，弓步右推掌，体右转180度，右掌立掌放于左腋窝前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内上侧，左掌向右经右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脚向前落地呈右弓步，右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达右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右推掌，弓步左推掌，体左转180度，左掌立掌放于右腋窝前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内上侧，右掌向左经左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脚向前落地呈左弓步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达左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左推掌，
击手炮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左脚尖内移，右掌变拳，右脚与左脚并步阵地，双腿下蹲，双手向前下，右拳与左掌心对击于双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击手炮，英雄坐山，左脚向左上步成马步，左肘上抬，左掌变拳，拳心朝左放于左膝上，右拳向上，拳心朝下，架于头顶上方约五厘米处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英雄坐山。退步抢手，右拳变掌，向后经右耳前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胸前，体左转九十度，左脚向后退步成右弓步，左拳变掌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右掌掌心朝上向前抢出，掌与口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退步抢手，虚步抢手，右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右腿向后退步下蹲，左脚脚尖点地成左虚步，同时左掌经头顶向后，经左耳前向下，掌心朝上向前抢出，掌与鼻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抢手，抓敌撞妻，左脚掌落地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腿前上方，右掌前伸，双掌向下分别向体两侧抓握变爪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抓敌撞妻，弓步二次推掌，分解为两个分解动作，一双爪变掌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左脚向前落地成左弓步，右掌立掌向前推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右臂，目视前方。二左弓步不变，右掌掌心朝上收回腰筋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直与鼻平，力达左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弓步双推掌，左弓步不变，
左掌力掌向后推出，右掌力掌向前推出，双臂与肩平，力达双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双推掌，美人照镜，体右转180度，左前臂掌心朝后竖于左胸前，右掌掌心朝上贴于左肘下，左脚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右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左丁步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美人照镜，握枕，左脚掌落地，左掌向右，经右肩外侧向下，双掌变拳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上左转成右弓步，右前臂外拧，右拳竖于右肩前，拳心朝后，左臂直臂顺放于左腿外侧，拳心朝左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握枕，弓步二次推掌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上体右转成右弓步，双拳变掌。右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掌力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达左掌，目视前方。二，右弓步不变，左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右掌力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达右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弓步推掌，右弓步不变，右掌力掌向后推出，左掌力掌向前推出，双臂与肩平力达双掌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弓步推掌，美人照镜，体左转180度，右前臂掌心朝后竖于右胸前，左掌掌心朝上贴于右肘下，右脚脚尖点地放于左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右丁步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美人照镜，三握枕，三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右脚向右放步成右弓步，右掌向右下，左掌向右上，经右肩外侧向下，双掌变拳，右前臂向上外拧，竖于右肩前，拳心朝后，左臂向左，直臂顺放于左臂外侧，拳心朝左，目视左方。二，
左脚提起，左拳向上放于右腋窝前，右拳变掌向左经左肩外侧向下变拳，左脚向左落地成左弓步，左前臂外拧，拳心朝后竖于左肩前，右臂直臂向右顺放于右腿外侧，拳心朝右目视右方。三，右脚提起，右拳向上放于左腋窝前，左拳变掌向右经右肩外侧向下变拳，右脚向右落地成右弓步，右前臂外拧，拳心朝后竖于右肩前，左臂直臂向左下顺放于左臂外侧，拳心朝左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动作，三握枕。震脚栽拳，右脚提起，体左转180度，左拳向右上放于右腋窝前，右脚与左脚相并阵地，双脚下蹲，右拳向右膝下前下栽击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震脚栽拳，冲天炮，双腿起立，右脚阵地，同时右拳从左腕内侧向上冲拳，右臂冲直后取肘竖于前臂于右肩前，右肘直于左拳眼上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冲天炮，握枕，双拳变掌，右掌向右下，而后向左上放于左腋窝下，左掌向右经右肩外侧向下，双掌变拳，右脚向右放步成右弓步，前右臂向上外拧竖于右肩前，拳心朝后，左臂直臂向左顺放于左臂外侧，拳心朝左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握枕，虚步抢手，体左转90度，双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腿向前上步下蹲，左脚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成左虚步，双拳变掌，掌心朝下向前抢出，左掌在前高与肩平，右掌在后低于左臂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抢手，棘手炮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脚尖垂直点地，
放于右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左丁步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分别向体两侧前上方运行，而后拳心朝内对击于腹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及手炮。弓步推掌，双拳变掌，左掌立掌收于右腋窝前，左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九十度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掌向左上，经左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搭左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推掌。右拍脚，左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脚提起绷直向前上方弹踢，右掌前伸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右拍脚。弓步右推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绷直下落于左膝前上方，右掌向左立掌放于左腋窝前，左掌向右上，经右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脚向前落地成右弓步，右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右推掌。弓步左推掌，左掌立掌放于右腋窝前，体左转180度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内上侧，右掌向左，经左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脚向前放步成左弓步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搭左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左推掌。弓步右推掌，右掌立掌放于左腋窝前，体右转18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放于左膝内上侧，左掌向右，经右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脚向前放步成右弓步，右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力达右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右推掌。左拍脚，右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脚提起绷直向前上方弹踢，左掌前伸以掌心击打左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左拍脚。
弓步左推掌，上动不停，左脚绷直，下落于右膝前上方，左掌向右立掌，放于右腋窝前，右掌向上，经左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呈左弓步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左推掌。弓步右推掌，右掌立掌放于左腋窝前，体右转18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内上侧，左掌向右，经右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右脚向前放步，呈右弓步，右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，力达右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右推掌。弓步左推掌，左掌立掌放于右腋窝前，体左转180度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内上侧，右掌向左，经左肩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呈左弓步，左掌立掌向前推出，掌指与鼻平，力达左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左推掌。腾空拍脚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掌掌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目视前方。开始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在左脚下落的同时，右脚提起绷直向前上弹踢，右掌前伸，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腾空拍脚。提膝亮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右掌掌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左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双掌掌心朝前，分别向左右抢出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提膝亮掌。弓步撞肘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脚向后落地，双掌收于胸前，右掌变拳抵于左掌心，体左转，左腿全蹲，右腿伸直成右蹼步，右肘尖朝右放于右腿内上侧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重心右移，呈右弓步，左推掌，右拳使右肘向右撞击，力打肘尖，目视右方。
左弹腿，提右转九十度，左掌变拳，双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脚提起绷直向前弹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左弹腿。外摆脚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右脚提起绷直向右上摆踢，双拳变掌前伸，先左后右，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外摆脚，虎抱头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右脚向右落地，左脚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右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左丁步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右拳向右上架于头顶上约五厘米处，拳心朝下，左拳向下放于右腹前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虎抱头，击手炮，左脚掌落地，右脚阵地，同时左拳变掌，向左而后向前下，右拳向右下而后向前，与左掌心相击于双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击手炮，虎步切掌，左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腿全蹲，右腿右伸成右蹼步，右拳变掌，掌心朝下，沿右腿内侧右切至右脚面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虎步切掌，虎步扫掌，重心右移，右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体右后转，左脚伸直，右扫成左蹼步，同时左掌掌心朝上，右下扫停于左腿内上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虎步扫掌，旋风脚，双腿起立，左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体右转九十度，右脚提起，上动不停，在右脚向体后下落的同时，上体右转一百八十度，左脚掌右翻，右上扫，右掌前伸，以掌心击打左脚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旋风脚，
虎抱头，上动不停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下，脚尖垂直点地，放于右脚内侧，双腿下蹲成左丁步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右拳向右上架于头顶上方约5厘米处，拳心朝下，左拳拳心朝上，直于右腹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虎抱头。握枕，左拳向上直于右腋窝前，左脚向左放步成左弓步，右拳变掌，经左肩外侧向下再变拳，直臂顺放于右腿外侧，左拳左移外拧，竖于左肩前，拳心朝后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，握枕。虎步枪手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提起，绷直，放于左膝前上方，双拳变掌向上，右掌背与左掌心相击于头前上方，目视前方；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左腿向前上步，绷直下落，体右转，右腿全蹲成左蹼步，同时双掌向右下，而后向左腿内上侧抢出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后，双掌心朝上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续动作，蹼步枪手。腾空拍脚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左转，双腿起立，双掌变拳，拳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提起，绷直，放于右膝前上方，目视前方；二，上动不停，在左脚下落的同时，右脚提起，绷直，向前上方弹踢，右拳变掌前伸，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腾空拍脚。英雄坐山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左脚前落地，体左转，右掌变拳，拳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左脚向左跨步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右拳向右上架于头顶上方约5厘米，拳心朝下，左拳向上，而后向下放于左膝上，拳心朝后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英雄坐山。收势，左腿向右，与右腿并步而立，双拳拳心朝上，抱于腰间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侧面收视。